妖记聚集收藏盒横空登场，原价209元，5月24日到6月20日，凡购买第10集到第13集，特价只要189元，机会难得，敬请把握。因迷失误，不必迎胜利。一魂又损来驾火红，瞬间小碎开战。啊！青翠本子，许仙郎。哈！棒球孙，真想袂到，我第一个输敌的人。不是包英俊，只是你。啊啊！大胆放开我，妖族！又是恁阴阳师，妖族阴阳师，注定的对立不留痕迹，真是一场激战。好！哎呦，师兄莫爱，你一句话，我马上给伊冲掉。讲起来，这个所在跟你的大哥有一点仔渊源呐。啊！难道输得？不对，关七公的技术直接解决你，也算是死得其所吧。三仙龙修，休走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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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回又到，一不正面接招，你好似真清楚阴阳术克制妖的特性。有可比太行事业，俺动作形象，把消息前经营。你个气鬼术嘛是同款，我也袂戆甲被这种攻击打倒。是吗？啊！别浪费时间了，是熊猫呀！先前你讲像是狗，冷静啊！关七公是阴谋者，你甲伊不同，对吧，棒球孙？不管了，我先动手。哇！看来连表面功夫拢胜了。你何时将我九星龙扩穿了？啊！啊！你的眼看不清吗？这两只刀应不应贴？红火龙，左灵独印，反击迎敌。把红灵符转，放出消息，讲把明华笔记的会所擒，当场处死。啊？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都了了不笑，但可惜了。现在你要灵符灵不合理吗？啊！为了通敌，跳出来，海龙。